日在圈内极具影响力的新媒体指数榜单火热出炉，而过去的一年里，在荧幕上各种霸屏，新冷如小蜜蜂般的李易峰成功问鼎2015男演员新媒体指数榜。女演员方面，傻白甜氧气少女唐唐唐嫣成功碾压一众大势女神，成为最大赢家。给小可爱们安利一下，这个榜单可是非常有说服力的。新媒体指数包含了过去一年里演员参演的电视剧播放量、演员微博数据、贴吧数据、豆瓣数据、演员搜索数据等等，说白了就是用最客观的数字显示演员们的走红程度。除此之外，去年最大赢家其实应该是位列男女演员第二位置的杨洋、赵丽颖。相比起李易峰、唐嫣早已有的超高人气，从2014的星星点点到2015的大红大紫，杨洋过去一年凭借真人秀、电视剧、网剧以及耿直 boy 的高颜值，迅速跻身大数据榜单亚军位置，可谓是成功进阶。而同样凭借现象级热剧《花千骨》吸粉无数的赵丽颖，过去一年也是成为了无数人的老公。还有你们的钟汉良、郭晋华、李晨、胡歌也都榜上有名，冰冰、杨幂、Angelababy 依然势不可挡。芒果老喜欢，你家爱豆上不上榜，全看粉丝给不给力呀！报道。